哈。啊，我们拿以套路来讲哈，还是一样，跟枪一样是这样。拿这个在这里哈，这个靠啊，靠着贴身体，这样子哈。然后呢，要用这个棍了，这个手啊，把棍稍微提一下，斜过来，这个手就接住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来，所以拿棍贴到一个点、两个点、三个点，这样子的啊，你看拿棍是这样的。我们拿一个棍，不管是长或短，你要用了这个棍一拿是这样的，人藏在棍后面，你看这样子，这棍还没出去，拿是这样的，因为你这样子拿哈，这样拿棍，你看它保护到身体这边是这样的。它在你的身上面啊，兵器要先保护到身体啊，所以拿棍是这样的，一短棍来讲是一样，你拿一个短棍，你要用它，你看这样紧，你看这样紧啊。手肘不要出来，手肘不要出来，整个要藏在棍后面。你看，三个点，两只手跟中央贴身体，这样就稳了。啊，一般我们拿兵器啊或什么哈，都要有三个支撑点。啊，所以贴身体。好，第一教你们第一动，这样子一拿是不是？第一动是推，往后坐着啊。哎，玉勋还没握，还不行的一点。对，三个，对。朝那边，第一个，二，回来就回身体，三，回来回身体，翻转，你看翻转这样子。回来翻转，直的，回来翻转，打出去，所以今天先学这个，拿着。你看我的手也是贴身的，是不是？手也是贴身的。那个力行，手在身内，手没有在外，手在这边藏着。你看，在这边，你看我全都是贴的啊，手没有在外面啊，跟你练拳一样，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这样子一样。你看这个是在这边一样的。贴到啊，所以棍一拿啊，枪一样啊，所以你这个这样子拿，前面伸出去是前面打，后面伸出去是后面打
啊，前面挡，后面挡，前面挑，后面挑，啊，这是这样子拿。所以第一个回来，第二个回来，三正。这个棍子跟你的脊跟你的脊椎两个平行。啊，正的。行吗？这样子，啊，啊，这样子去，这样去练练看，先这样子。